看啥吧，我演。我吃啥都行，你演就行。哎呀妈！哎呦妈，太巧了，巧吗？太巧了，不巧吧？哎，真巧！你干啥来了？我吃饭来了，我一个人。我们俩人啊？正好仨人。什么正正好啊？这帅哥真好，没见过。发现了吗？咱俩今天是情侣。你忙吗？哎，你别上手了，开心吗？开心吗？我该不该开心？反正我挺开心。你该开心，怎么能不该开心呢？你别老瞅他，他还归我管，是不是？你说你开心，滚！剩啥吧，让我点。我吃啥都行。我少，我真少不了了，这回咋的？没电了，给我整个充电宝。你看，你就故意的，你就不想花钱。真没电了。看，把我的手机借你，你拿充去吧。老公知道吗？你搁这嘎子嘻嘻哈的？什么老公啊？我哪有老公啊？你没老公？你睁眼说瞎话！你老公刚出门几天呢？不是，还搁家不发的，还找妈妈，饿的吃完辣叫唤的，他精神病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一犯病，他老公一走，他精神就不正常，你知道？他与异性社交超过20分钟，马上就癫痫。不是真的，他问，不是你问，你别走，不是，得劲儿，这沙发这回大啊。松快请问您是有什么问题吗？请问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好男人，你知道吧？你看他面相，看他穿搭多明显，海王一个小白脸。我乐意，我给你出个招，你这样式你傻不唧的，你把他微信给我，我给你治他，是不是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闺蜜的事情使劲帮着做，嘎嘎帮，就乐意帮，可以出门。